那么我们就来看啊，这个时候怎么能算它的这个体积呢？思想还是一样的，用为圆法，用为圆法，用为圆法肯定就要去叠，对不对？要把大的变成小的，是不是？切完了以后就把它加起来，是不是？这是两个过程啊。只是这个地方切的时候是把它切成了什么？这样的小长条，把它加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我们不这么做了。为什么不这么做呢？我们刚才观察到了底面有什么特点？这两条两面是什么？平面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就把这个东西想象成你的这个早餐，面包片、吐司，那个有什么特点？这么一长条，对不对？上面是鼓起来的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两边是平的，对不对？是平的吗？哦，这两边是平的，还鼓起来的。这两边是平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有什么特点？它就是这里都这么切开来的，是不是？然后把这个切开来的合起来，是不是就是整个的？对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在这里可以怎么做啊？可以，也把它切了，我就把它切成一个一个的小薄片。增加切了一片出来了啊，我们可以切多少片？很多片，面片。切无穷多片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只要算出这个每一片的面积，然后把这种薄片啊，理想状态就是没有厚度。没有厚度啊，没有厚度就只有面积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有厚度就有体积，是不是？我就切成了一个一个的薄片啊。假如我很厉害啊，就没有厚度，然后就把它全部把它叠起来，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体积啊？是。是不是？是。还是一样的想法，对不对？只是这个地方我只是把它切成了什么？小长条，然后把它求和。我这里是把它切成了什么？小薄片，然后把这个小薄片从左边一直加到右边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假如啊，假如这个薄片的面积是 ax， 薄片的面积是 ax 啊。然后，哦，有些人要说切成小薄片不行，还是不能这样子，也没关系吧。我把它弄成这个，一小块吧，一小块。
就这样的一小块，假如很薄很薄啊，一小块。如果很薄的话，就是认为它上面这个面跟下左边这个面和右边这个面完全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是。好。这一个宽度呢？这个宽度呢？我就记住 ，dy， 好不好？是在 y 轴上面啊 ，dy。这是代表吧啊，那么这一小块薄片的这个体积是多少？假如里面这一块的这个面积是 Ax 啊，那么这一个体积是多少？是不是它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嘛？这个体积是多少嘛？是不是底面积乘以高啊？乘以厚度啊？底面积是多少？底面积就是这个面啊 ，ax 嘛，我假设的是 ax 啊。然后高是多少 ？dy， 是不是就是 ax dy 呀、啊？然后整个体积是多少？整个体积是多少？是不是拿了这个体积为原从左边一直叠到右边就可以了呀？是不是？拿了这种薄片，是不是从左边一直叠到右边就可以了呀？从左边叠到右边的过程就是一个什么过程啊？求和的过程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积分的过程。所以整个的体积应该等于多少？整个的体积是不是从左边一直要叠到右边去啊？左边是多少？叠到右边，是多少？是不是要求和啊？对不对？从左边这么一小块啊，从左边叠到右边啊，你把这边一小块移到左边的，是不是要从哪里开始叠啊？从 A 是谁等于 A 啊？是 Y 等于 A 开始叠，对不对？一直叠到哪里去了 ？Y 等于 B 这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求和，对谁求和啊？对这么一小块一叠来求和，对不对？就是 ax dy 求和，对不对？从哪里到哪里求和啊？从 a 到 b 求和，所以它的整个体积啊，就是 ax dy 从 a 到 b 求和，对不对？这个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有问题没有？没问题啊。我们本身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像低级分一样，从左边这个加到右边的时候，也是一个积分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。我对于这个小薄片，对于 y 而言，从左边叠到右边，就是从 a 到 b 求和。好。现在我们只要解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哪一个问题呢？我们知道 ax 是假设的，对不对？还是要把 ax 给出来。好，我们来把 ax 给出来啊。
AX 是什么？AX 是什么？AX 在哪里？是不是这个橙色的这一块面啊？橙色的这一块的面的面积，对不对？AX 是面积啦。AX 乘以这个厚度才是体积啦。是不是？现在我就是要把 AX 给算出来，我们就把这样的一块面先给它移出来啊，先把它移出来，怎么移出来呢？我们要把图形稍微放一放了啊，这是 X 轴，这个是 Y 轴，这个是 Z 轴。你们先观察一下啊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？这是圆点，就是这一块薄片，一个人是不是这个东西？是不是这个？先看啊，这一块薄片过去相交，是不是交在 Y 轴上面啊？对，交在 Y 轴上面。然后呢，在 X 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平行 X 这个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平行 X 这个面，它是平行 X 轴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平行 X 轴的，切的这个薄片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就是算这样一个薄片的什么面积，这就是 AX。 这个面积怎么算呢？这个面积怎么算？这个地方就相当于这个Y 等于，也不知道 Y 等于多少啊，反正是一个具体的 Y 了，对不对？具体的 Y 啊，具体的 Y 配的这个点，就是从这一个面积，这个面积怎么算？哦，还有几个地方我要明确了，
这一个代表的是多少？这个代表的是不是这个点？是，是那个短的嘛？这么过来的嘛？是不是？代表的是这一个点，这一个点对应的是什么呢？是泛一挖的值，对不对？这一个点对应的是什么？是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泛二挖的值，对不对？泛二挖的值啊，上面这是个什么？上面就是这一个嘛，是不是？这一个是上面那个密码。上面的东西是什么？是 z 是等于 f x y 的嘛？是不是？只是这个时候的 y 呢，就是一个具体的值。我假如它是 y 零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就是 f x y 零，泛一 y 零，泛二 y 零。我假如这个地方过去的这个值就是 y 零嘛？好吧，这个没关系的，后面我马上要把它弄掉了。就是要算这一块的面积啊，这个怎么算？要算这一块的面积怎么算？算面积就想个什么来？曲，这是一个什么图形呢？一个曲边梯形呢？曲边梯形的面积就相当什么呢？想到什么？边几方不就是来算曲边梯形的面积的吗？对不对？那怎么来算它的面积啊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做法呀？是不是把它分成这样的小长条形啊？然后把它的面积为圆改出来，然后求和啊。好，这么一小长条是多少？这个地方我们就是 dx 好不好？ delta x 也可以了。这个高是多少？高是不是就是 z 啊？所以我们就直接得到面积为圆了啊。面积为圆是多少？在这里。长乘以宽啊，那长乘以高了，宽乘以高了，宽是多少？是不是 dx 啊？高是多少？就是 z 是多少？是不是 fx y 零啊？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面积为零啊。然后我要整个这个面积呢？我们要得到 ax 等于多少，就拿了这个东西从左边加到右边，对不对？左边加到右边是不是就是从左边往右边积分呢？从哪里到哪里积分呢？从泛一挖零到泛二挖零，然后对谁积分？在这个 f x y 零 dx 积分。好，然后我这整曲这个地方是任意曲的吧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什么，把这个 y 零啊给弄掉，给它弄一任意啊，任意法啊，所以我就写成了 x 等于什么呢？泛一 y 到哪里？泛二挖 f x 挖 d x a x 有了吧？ v 是等于什么？是在这个积分吧？好，然后我就把它写在一块去了啊。所以它就是等于 a 到 b 的积分，对谁积分呢？我直接用个大括号把它括起来，是 a x 的积分，对不对？x 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
是不是也是一个定积分呢？发一到发二弯 ，FX 弯 ，DX， 这个算完了以后，再把它带谁积分呢 ？DX， 对，对。带弯积分。大家发现什么特点了没有？我原来这个 V 是什么？原来的 V 是什么？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？FX 弯 ，DX D 弯的呀。我现在的 V 是什么？变成了这个样子。大家发现了什么特点？原来他们两个是这一块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变到哪里去了？变到把它们分开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计算二重积分的基本方法。二重积分最后变成了什么？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什么定积分吧？把这个算完了以后，外面是不是还又是一个定积分啊？所以二乘积分弄到一块的这两个东西，我们把它分开了，拆开了，变成了什么？两个定积分，我们说是二次定积分。所以二乘积分的计算就是要把二乘积分最终变为什么的计算？定积分的计算。它因为有两乘，所以就变为了几个定积分？两个定积分。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思想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啊，这个变化最关键的地方有几个？有哪几个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这是先得谁积分，后得谁积分？先得谁积分，后得谁积分？我是先得这个里面积分嘛，所以先得 x 积分，这得 y 积分，对不对？我这里是选择先 x 后 y， 是不是？好，我这个时候的是先对 x 积分啊，然后是后对 y 积分。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我为什么是先对 x 积分，后对 y 积分？这是巧合吗？还是我随便选的呢？这是我随便选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时候就只能这样，或者是这样子算是最方便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，我们刚才观察的这个图形跟我们原来那个图形什么不一样？是底面积分区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区域有什么特点啊？对于 y 来说，它的下限和上限是什么值？是定值，是固定的，不变化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对于 x 而言，它的左端和右端是什么？是一个函数值，是这种曲边，对不对？所以作为定值的端点的是在哪里好算？后面算。作为变化的这个端点的是在哪里算？在前面算。就是我们在切这个薄片的时候啊，
你就要看这边和这边是直线的话，我叫平线，你直线切。如果这边是曲线的话，你不能说平线，你曲线去切吧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是平线，直线去切。它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挖等于多少，挖等于多少这样的面去切的，对不对？就切出来这个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啊。先对谁积分，后对谁积分，这个地方是跟这个积分区域低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不要管别的啊，我们等会还会来总结的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明确的啊，先对谁积分，后对谁积分，跟这个积分区域低有关系，并且我们还明确了积分，这个积分区域低的时候，如果挖的主动点和右动点是固定的值，像这种，那么对挖就是后积分。如果 x 的主动点和右动点是变化的值，那 x 先积分。有的人就说，如果 x 的主动点和右动点也是固定的值呢？那就随先随后都可以，懂我的意思没有？好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确的。第二个要明确的就是，我确定了谁先积分，谁后积分以后，我是不是还要确定每一个变量的积分上下限啊？对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每一个变量的积分上下限，那么这个挖的积分上下限，是不是也是跟这个积分区域低有关系？这个低我只到了这一边啊。这一个这一边我只到 B 这里来了，没有再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 X 呢， X 呢里面是不是只到了这个地方，这里的曲线上，外面是不是只到这个曲线上面，是不是也是这个曲线上面？所以大家看啊，我不管是确定积分顺序也好，还是确定积分上下限也好，都跟谁有关系？都跟底面这个积分区低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它的形状就决定了我先谁积分后谁积分，也决定了每一个的积分上下限。所以我们要把二层积分变为二次积分，最为重要的地方，你要先把谁弄出来？要把谁的图先弄出来？要把这个底面区域低的图先弄出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图先出来了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谁积分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图形再把区域低还原回来，我们看看有什么特点啊。我们把这个区域低给还原出来，这个区域是在哪个平面上的区域？哪个平面上的区域啊？XOR 平面上的区域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把这个区域画出来啊，画出来一个是一条边是平线 X 轴，对吧？对。另外一条边是不是也是平线 X 轴的？这个地方对应的挖是多少？是不是 A 啊？这个地方对应的挖是多少？是不是 B 啊？好。然后这一边是不是一条曲边啊？就是它嘛，然后外面这里是不是也是一条曲面？是。这就是这个积分区域低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这个积分区域低。
然后我们再来看啊，对于这种积分区的，我们是先对谁积分，后对谁积分？先对谁积分，后对谁积分？为了画得更一般一点嘛。这是不是更一般呢？反正就是曲边嘛，有凸起来也有凹进去嘛，这个是没问题的嘛。对于这个积分距离，先谁去，先在谁地方，后在谁地方？在这里是先在谁地方，后在谁地方？先 x 后 y， 对不对？好，我这里就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，也是很容易记住的方法。这个方法就把前面这个过程中间的很多东西全部省略掉了，你不需要去这个来切，这个来算，这个来记，不需要了。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两件事情啊，哪两件事情呢？第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做完了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？把积分区域已经画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件事情啊，把积分区域给画出来了。第二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啊，很重要了。这个时候你要画三条线。有的同学说我画四条行不行？没问题。有些人就是我画两条行不行？也可以。有些人就是我只画一条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这个可以锻炼身体啊，锻炼你的思维。其实开玩笑的，更重要的是让你们明确。好，变变。好，我们来看怎么来发现呢？怎么来发现呢？我们就来找这种区域的边界，这种边界是直边的那里，我们就平行于它发现。所以我们应该平行于谁发现？这些边是平行于谁的？其实我们原始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啊，你实际上可以水平发现，也可以竖直发现，发现是只有两种啊，要不就是直角坐标系下面，要不就是水平，要不就是竖直发现。我们的原则是平行于 X 轴画的这种线，平行于 X 轴画的这种线与这个边界是不是有交点？这种交点有几个？我这一条线这个区域的边界有几个交点？两个，没有超过两个，对不对？这一条线呢？也没有。这一条线呢？也没有。也没有，也没有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试一下另外的一种发现。另外的一种发现，我就竖直画啊。我虽然你多画一条是有好处的啊。大家来看这一条线跟这个区域的边界的交点几个？两个。这里呢？也是。这里呢？也是。两个。这里是两个吗？一、二、四个、三、
是。哦，那个也是，是的。对不对？对。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平行挖轴画线，只能平行 x 轴画线，平行挖轴画线就很麻烦。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原则啊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记清楚，把积分区域 D 注出来了以后，我们平行于坐标轴画线，如果平行于坐标轴画在这整线与区域的任意画线啊，任意画的这整线与区域 D 的边界的交点不超过两个，就可以先对那个字母积分，懂我的意思没有？我们来看啊，平行于 X 轴水平画线，画的这整线与区域 D 的边界的交点都是两个，没有超过两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整线是平行于谁的？平行于 X 轴的，没有超过两个，我们就可以先带 X 积分，先带 X 积分，那就后带谁积分呢？好的话题了嘛，所以这个时候是先 x 后挖，所以为什么是先 x 后挖的嘛？我说先 x 后挖，先后是你跟这个区域的形状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有关系啊？就是我们在画这整线的时候，水平或者数字画线的时候，如果水平画线区域的边界的交点不超过两个，就可以先带 X 地方，懂我的意思没有？好了，第一步完成了啊。我们画的这整线呢，我们说要确定积分顺序，还要确定什么？积分上下线是不是？好，我这整线既能确定积分顺序，又能确定积分上下线，所以你第一步把积分区域 D 做出来以后，第二步只要画三条线就解决了。好，这里已经解决了谁先谁后了吧。好，我们这整线呢是带箭头的线，是指向正方向的线，平行坐标轴指向坐标轴的正方向的线啊。然后我们看先对 X 积分，那么 X 的下限在哪里？我们不是画了这整线吗？这整线穿过区域 D 时先相交的是下限，后相交的是上线，所以下线在哪里？下线是不是在这里啊？就是这整线，这是单箭头的线啊。穿过区域底的时候，是不是先相交的是左边？后相交的是右边上线。这里大家发现下限是多少啊？下限是多少？下限是一个固定的 x 吗？是一个固定的值吗？是一个固定的值吗？不是哈，所以我这里要你画三条线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你在判断它的下限是不是固定的值的时候，你这里很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它的下限 x 它是一个什么？一个变化。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时候的 x 是一个谁啊？是一个关于 y 的函数。上限呢是不是也是不同的 x 啊？
所以商先在这里也是一个关押的函数，不是一个固定的函数。所以先相交的是下限，这个时候的下限是一个什么变量，后相交的是上限，这个时候的上限也在这里是一个变量，就是它了。好， x 的确定完了，还有确定 y 的，y 的怎么确定，把这种线，这种线是平行 x 轴的，对不对？我把它移到负穷，然后从负穷往 y 走，走啊，走到这里，是不是跟区域 第一次相交了呀？是不是？第一次相交的是 y 在下线，再往上走，再往上走，走到哪个地方？走到 B 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出去了呀？这个时候的 B 就是它的上限。大家看啊，虽然我们这个过程中间牵涉到的理解的东西很多，但是你要做这一个确定顺序、确定上下限的时候，是不是只做两件事情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把区域地的图形画出来，对不对？第二件事情是什么？平行的坐标轴画三条线，到底是平行 x 轴画还是平行 y 轴画的？这个时候是怎么碰到的？到底是平行 x 轴画还是平行 y 轴画？这个是怎么碰到的？我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平行 x 轴画而不是平行 y 轴画？因为这个时候平行 y 轴画画的这条线与这个区域 D 的边界的交点已经不止两个了，对不对？超过了两个就不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平行坐标轴画的线如果与它的边界的交点都不超过两个，这个时候画的这条线是可以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水平画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积分就是它了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做一个积分区域，大家来框上一下怎么做啊。X、Y、零。这个是 C， 这个是 D， 积分区域是这样的一个区域，上面呢是一条曲线，下边呢也是一条曲线，然后呢上一边呢这是一个洼啊，洼呢是一个发啊、一个 cos Rx， 下面的这个洼呢是 cos Dx。下课的时候呢，大家思考一下吧。这种积分区域下面的这种积分是先谁积分后谁积分，然后他们积分表达式又是怎样？你下面就是。老师去了那里，我都没听清。